总之谢谢你们了，这要不我就来这活不去了。东东都抖着都不行了，抖的。那边没有信号了，我又拐过来。哦，你又拐过来了，这。哦，没有信号，打不通了，又快冻死了，咋弄？你有杯子没？把杯子里面开水灌吗？这个导航实在这儿就跑偏了。不是，这隔壁滩里面哪有没有个准确位？这个路上有路标了吗？是。你得看点路标。姓啥了你？姓徐。姓徐。对。你那是什么地方的？我们是戍边副区警务室的民工派出所的。你往外走啊！不要走错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谢谢。你把那些你也吃了。